长非常的想念你们，那刚好可以趁这个中秋佳节，然后我们在这里线上还可以齐聚一堂。那其实竹山啊跟我们的宁波，我们的慈溪是感情非常的浓厚，哎，情比金坚。那其实在我们台湾，其实就在这个两岸关系，我们有好茶，就是我们竹山的好茶，那一心两业也就代表着我们的兄弟情啊，我们是一心两业，同根同源，常来常往，哎，大家齐聚一堂，好好的把酒言欢，哎，好好的为我们的两岸的和平发展一起努力。中秋佳节是中华民族共同的节日啊，台湾的民众也是非常重视啊，所以在这样一个比较特殊的一个日子里面啊，两岸的这个老百姓能够一起过这么一个有特殊的一个节日啊，对大家联络感情啊，互相彼此增进了解啊，会有更好的一个作用。